今天要介绍一下 OurCode 的星际大战单元，这单元比较适合中低年级入门。除了学会控制移动外，最重要的就是学会侦测事件与键盘反应。那我们透过键盘可以与电脑沟通，程式的操作很简单，只要把程式积木区的指令拖拉至工作区，再按下执行就可以动作。方块右方如果有倒三角形，表示它是个下拉式选单，可以选择不同的环境参数。在操作时要注意别让方块流浪，当缓慢靠近出现黄色突击时才可以顺利结合。星际大战总共有15个关卡，前6关开始学会基本的控制移动，难度渐进式的加深，在第7关学会输入指令，用键盘与电脑沟通，在第9关要开始学会侦测事件，也就是当点点点发生时我们要做出不同的反应。11关开始新增画面上的角色，让画面越来越多元，透过下拉式选单可调整不同的情况。最后一关就是自由创作。在学程式除了学会语法逻辑外，最重要的精神就是勇敢尝试，别担心犯错，反正操作错误电脑不会生气也不会坏掉，我们只需要再试一次就可以重新开始。鼓励大家勇敢的踏出第一步，